近日，电影《剩女大逃亡》在北京举办了开机发布会。电影以永不过时的话题“剩女”展开，讲述了几位剩女追寻爱情道路上的幽默故事。演员方面，之前有消息称，曾演过《大女当嫁》的小宋佳将出演此片女一号，但导演佟江南当天予以了否认。